是你能不能安静一点，不要整天当当当的敲。不行，我就喜欢这样。你怎么一大早就躺下了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乔治一直吵吵闹闹的，吵得我头大痛。我去拿血压计给你测一下血压。乔治马上停下来，你看看，爷爷被你吵的血压都升高了，现在他的头很疼。好吧，那我不敲了。乔治，猪爷爷有高血压，这是一种慢性疾病，安静的环境才能让猪爷爷恢复得更好。那我不敲了。这就对了，大喊大叫会让你的喉咙受伤，而同时吵闹的环境也会让家里人心烦，觉得不舒服，所以平时要保持安静，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户外公共场所，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。